有维港靓景，仲有歌神许冠杰嘅歌声。你可去旅行，无用多牵挂。君可见漫天落霞，名利世间似雾化。呢日阿 Sam 举行2020许冠杰同舟共济网上演唱会，为香港人打气。开 show 前，许冠杰先去餐厅食晏，食完晏佢就去表演场地。临上车前，仲同香港人打气添。同舟共济，好开心心。我唔好意思啊，拜拜。虽然系免费直播 show， 但阿 Sam 连日嚟都有练歌。开 show 前亦都彩排咗个几钟，一个钟嘅直播演唱会，阿 Sam 就唱咗唔少经典歌，仲有同阿仔许怀恩合唱。半斤八两做到正正经经嘅样，半斤八两湿水泡枪点会响？半斤八两又约我揸枪走去抢，出咗半斤力，枪话攞翻足八两，家阵都恶搵食，边有半斤八两咁理想？演唱会去到尾声嘅时候，蛋哥就话阿 Sam 原定7月嘅红馆演唱会开唔成，而家望梅止渴，唔知阿 Sam 够唔够喉？阿 Sam 就话梗系唔够喉啦，仲答应大家只要红馆开翻，就会叫佢嘅制作团队安排，希望好快可以同大家喺红馆嚟个万人大合唱啊！